是恶魔。你说是他听途说，消线不停传播。Hello， 今天示范一个减龄妆。首先呢，先涂护唇膏，然后粘一下双眼皮。然后我今天没有要戴隐形眼镜，所以直接上遮瑕膏。遮瑕膏一样，就是在泪沟的地方，不要上在下眼睑哦，一定要上在泪沟的地方，才能完美的遮盖黑眼圈。是画一个减龄妆，所以我不强调鼻影，我把鼻影一起遮起来。然后这个衔接的部分呢，就用笔刷轻轻的晕染上去，这样子黑眼圈就被遮起来了。这边也是。然后今天呢是减龄妆，所以我也把我的眼线遮掉一点点。接着上气垫，我记得脖子也要上一点。接下来眉粉，少这两个颜色，少这边。接下来我们用这个打亮，它是这样子的，我会先用浅色这边做打亮，打亮我会留在三根的地方，还有这里，这边的颜色。好，一样，用这两个颜色扫这边。找一个八字，扫这边，扫一点鼻梁中间，然后接下来扫一下眼窝，也是一样，这两个。接下来用这个黄的打亮眼窝的地方，扫一点泪沟的地方，它是走一个 C 的路线。接下来用这个颜色扫双眼皮的地方，接下来这个颜色从尾巴下眼线也是一样。接下来用这个用古铜色的扫眼尾，接下来是咖啡色的眼线液，我们不扫眼尾，直接在瞳孔上方加粗，
色，中间这个地方，把双眼皮接过来，打亮用这个白色的地方，沾一点点肤色，在眼头的地方。今天的睫毛用这个，也是一样用咖啡色的画一下下眼线，下眼线一样是垂直的。然后打亮是用这个，来点接下来画眉毛，眉毛也是用这两个颜色打个底，其实眉毛不需要太去描绘它，因为等一下有一个秘密武器。先把护唇膏擦掉，接下来用这个粉紫色，来带我们今天的秘密武器——假刘海。看到没有？它是四面八方都有头发的。然后戴的时候呢，先把它翻过来，把这个夹子打开，然后天水的梦，你是不是想听我说？